印度曾经有一位王子，被人尊称为佛陀，意思是彻悟宇宙人生真理的觉悟者。公元前六世纪，在今天尼泊尔南部有一个迦毗罗卫国，生活着一群古印度释迦族人。这个国家的王子叫乔达摩悉达多，他有着成就伟大君主的极高天赋，但他在目睹了人类的生老病死后，舍弃了财富与权力，出家修行，寻找生命如何摆脱痛苦的解脱之道。终于在一天凌晨，他降服了所有的烦恼魔障，大彻大悟。这位王子因此被尊称为佛陀，一位彻悟宇宙人生真理的觉悟者。后来人们把他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就在这位释迦族的圣人开始传播他的觉悟之道时，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光辉的轴心时代。在佛陀出世的前后数百年间，世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启迪人类思想的智者圣人。在希腊半岛，先后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在东方的中国，也先后出现了像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这些伟大的圣人智者，建立了自己的核心思想体系。儒家文化、黄老思想，在经历春秋战国时代之后，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灵魂。古代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便是世界的中心，他们会接受这个来自印度的圣人之教吗？他们从何时开始接触这位觉悟者的思想？在2000多年的历史里，这个来自印度的信仰与中国的儒家文化、老庄思想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进行着怎样的碰撞和融合，才使今天的中国佛寺林立、僧尼云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种佛教传承的国家。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2000多年来，佛教信徒大多相信一位汉代皇帝感梦求法的故事。公元64年，中国历史上称为汉代。这时候的皇帝叫刘庄，史称汉明帝。传说，这一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刘庄睡觉时，恍惚之间，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飘然而至，见他并不说话，只是在殿庭里飞绕着。第二天，刘庄想请大臣们解梦，结果有位大臣说，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叫佛陀，形象与陛下梦中所见到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样。
绘声绘色的讲述说动了汉明帝。刘庄随后派出使臣向西行进，踏上了去往印度寻找佛陀的道路，史称永平求法。三年后，公元67年的冬天12月30日，西行求法的使者回到洛阳。他们不仅带回了佛陀的画像和佛陀讲法的经典，随同到来的还有两位印度高僧舍摩腾、竺法兰。这次看似偶然的交往，使中原大地从此有了佛教的沙门，从此有了第一座寺院、第一部佛经，像一粒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公元68年的一天清晨，洛阳城的西雍门外大兴土木，印度来的两位高僧得到了皇帝极高的礼遇。中国皇帝想为他们修建一个专门生活修行的地方。从此，在洛河之滨，诞生了中原大地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相传，陪同汉使归来的还有一匹白马。这匹白马历经万里征途，佛教的经典最早由它驮到了中原大地，担当了2000多年来中印文化交流的使命。从此，在中国佛教徒心中，白马成了佛法的象征。以后的岁月，舍摩腾、竺法兰静静地住在白马寺里翻译佛经。遗憾的是，他们所译的佛经只有42章经流传了下来。其实，据学者们研究，佛法传入中国的时间肯定是要早于公元67年，至少在公元65年，汉代的楚王刘婴在今天的中国徐州已经有了信仰佛教的行为。而在公元前119年，印度的佛教便沿着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进入了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狩元年，有位大肉之国的使臣伊存作为使者来到长安，给中国的学者口授佛经。这是当前学术界经常说起的伊存授经说，而大肉之国就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佛陀的教法究竟是如何传入中国的？经过学者们的考证，从南亚大陆的印度开始，佛教传入中国大致分成4条主要线路。其中一条从古印度西北部进入现在的阿富汗地区，穿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的新疆，再传入中原。还有一条海上的传播道路，是从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的南海，到达中国的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汉传佛教主要是从这两条
沙漠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还有一条从北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青藏高原，藏传佛教主要是从这条山路传入中国。第四条，上座部佛教从印度经现在的缅甸、泰国传入中国云南的傣族地区。这些线路的延伸和传递发生在不同的年代，途经不同的气候和环境，面对着不同民族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佛教流派。公元220年到265年，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纷乱的时代，曹魏、东吴和蜀汉各统治一地。曹魏甘露5年，也就是公元260年，在洛阳，一场特殊的宗教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时刻。一位叫朱世行的人登上戒坛。这一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伦理正发生着变化。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汉地第一个正式受比丘戒的出家人。受戒后，朱世行决定从雍州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成为中国历史上记录的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他在于田，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和田，抄到了该经的梵本，派人送回洛阳，自己则在80岁时在于田圆寂。而在藏传佛教里，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桑耶寺，在公元779年建成后，也出现了藏地第一批僧人。当时赤松德赞大力推行佛教，来自印度的高僧寂护担任钦教师，剃度7位贵族出家为僧，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藏族僧人，史称七绝士。上座部佛教现在流行于云南傣族地区，这里的地方志说，公元7世纪初从缅甸传入了上座部佛教，最早的僧人常在各地游化，直到雨季才在一地安居。现在景洪县曼听寨附近有一座寺庙的遗址，相传这就是云南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瓦巴解寺，意为森林里的佛寺，建于公元615年。
2000多年前，孔子、黄帝、老子思想在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在青藏高原和其他区域的人们还信奉着非常原始的宗教。这个来自印度的佛教如何能适应和打动他们呢？帝国的贵族们最初把远道而来的佛陀看成是黄帝、老子的同道。这位西天的佛甚至还能恍惚变化，分身散体。当时刚刚进入汉地的佛教被一些人误当作是一种新的带有异国情调和神奇力量的道术，犹如道家所讲的吐纳导引。公元179年，汉灵帝光和二年，来自西域大肉之国的支谶翻译了《道行般若经》，不经意间奠定了以后中国佛教的思想基础。佛经的翻译当时采用了大量的道家术语，不过想要在士大夫中间弘扬佛法，和尚们首先需要学会用老庄《周易》的语言，用中国话的语言去比附解释佛经与佛法，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格义。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道安最早建议把出家人的姓统一为释，意思是释迦牟尼的传人。他谆谆教导自己的弟子们要放弃格义这种方法，回归真正的佛教本源。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也就是公元379年，北方的扶秦军队攻陷了襄阳。年过花甲的老和尚被礼请到长安，组织翻译佛典。怎样才能译出佛法的真意，又能让中国人理解与欣赏呢？这是道安长久萦绕不去的困惑。他在长安期待着能与远方的一位高僧会面。这位高僧就是鸠摩罗什。公元343年，他出生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地区，父亲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徒，母亲则是鸠兹的公主。他7岁出家，20岁受戒，成为西域大乘佛教的领袖。公元401年底，历经多次战争与磨难的鸠摩罗什终于被迎请到了长安，主持佛经翻译。只可惜道安在10多年前就已作古，鸠摩罗什称赞道安为东方圣人，两位相慕已久的高僧遗憾未及谋面。鸠摩罗什在长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场草堂寺，1600年前称为长安大寺。
公元五世纪初，这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佛教中心，他在这里译经讲法，终其一生翻译了一大批传颂千年的佛经。他译的《维摩经》《金刚经》《法华经》文字优美生动，影响深远。据说他在圆寂之前发誓言道，如果我的译文没有错误，当我火化时舌不焦烂。后来果然应验，如今他的舍利塔依然存留于终南山下的草堂寺内。中国的译经事业经历了东汉到西晋的草创阶段，东晋到隋末的旧译时期，出现了像鸠摩罗什这样卓越的翻译家，到了唐朝进入玄奘开创的新译时代。公元七世纪，当年轻的玄奘发现中国的汉译佛经并不能解答他的全部疑问时，便踏上了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去印度求取瑜伽师地论，以求融会贯通。西行求法十七年后，足迹遍及了西域、印度大小数十个王国。公元六百四十五年，已名震印度的玄奘携带大批佛经返回长安。这一天，宽阔的朱雀大街如同节日般热闹。归来的玄奘备受唐太宗的礼遇。公元六百五十二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从天竺带回来的经像。唐王朝给玄奘组织了阵容强大的译经班子，他白天主持翻译，晚上就来讲解当天新译的经典。他长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生共译经论七十五部，共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玄奘圆寂后，大唐皇帝唐高宗失声痛哭，震失国宝。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派吞米桑布扎等人去印度、西域求学。吞米桑布扎回到西藏后，创制了沿用至今的藏文，他也成为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位译经师。而在西藏历史上，第一座佛教译经院产生于赤松德赞时期。七绝士之一的贝若杂那就是当时最著名的翻译家。赤松德赞曾将自己的发髻铺到地上，对大译师贝若杂那致以崇高的敬意。
之后，西藏历史上不断出现许多伟大的翻译者，嘎瓦拜泽、仁庆桑波、罗登西绕。公元13、14世纪，藏医的典籍《论释》被编纂成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现在统称为藏文大藏经。相对而言，在云南的上座部佛教的佛经翻译出现的时间较晚，直到公元13世纪，云南傣族地区才出现兰纳泰文译著的巴利佛典。稍后随着傣文的问世，云南开始有了刻在贝叶上的傣文佛经。宗教的传播与文明的对话，总是始于经典的翻译和整理。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中华民族的智者们，用不同的文字，以惊人的毅力，把佛经译为汉文、藏文、回鹘文、蒙文、满文，或以傣文撰写，为后人留下了传承千秋的中华文化遗产。
元六七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佛教的黄金时代。汉传佛教开始立宗成派，和中国文化进行着深度融合，也在改变着中国文化艺术的面貌。天台宗，中国汉传佛教最早创立的宗派，因为创始人智已长期居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这位大师被尊称为东土释迦，相传他七岁时就能背诵《法华经》《普门品》，他以毕生的精力使佛法中国化，主张教官总持，谢行并进，止观双修。他的这部《煌煌巨制》二十卷《摩诃止观》，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位于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在智已圆寂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598年落成，成为天台宗最重要的祖庭。三论宗的宗师是鸠摩罗什，他们以龙树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百论为主要研修经典。这个宗派的集大成者是隋代高僧吉藏，俗姓安，是西域安息国人的后裔。现在南京的栖霞寺是该宗的祖庭。华严宗实际的创始人是法藏，公元643年出生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根本典籍，主要发挥法界缘起的思想。唯识宗主要发挥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思想。这个宗派在祖师玄奘之后并没有太久的传承，但是该宗的经典却是历代高僧大德必修的科目。释迦牟尼佛圆寂前教导弟子要以戒为师，唐代的道宣律师创立了律宗，代表的是佛行，着重研习传持戒律。唐代的鉴真和尚把律宗传入日本，现在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到了近代，弘一法师李叔同修持律宗最为著名。称名念佛、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已是现在所有汉传佛教徒十分熟悉的方法。这个宗派以阿弥陀经为根本，认为只要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有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最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
公元四世纪的庐山慧远被认为是这个宗派的初祖，几百年以后念佛就已风靡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写了一首诗说，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宋代以后称名念佛更是广为流传。到了近代，印光法师修持净土宗最受世人推崇。在所有的佛教宗派里，禅宗无疑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这个宗派淡化佛经之于解脱的意义，既反对枯燥的诵经，也反对盲目的坐禅，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相传禅宗的心法是由西天的菩提达摩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带到了中国。这位东土禅宗初祖在中国的传教并不顺利，他在少林寺外的吴汝峰面壁枯坐了九年。禅宗的大放异彩一直要到六祖慧能，一位传说中目不识丁的广东人。直到今天，他的肉身还被供奉在这里。他的法语后经搜集整理，即为《坛经》，成为禅宗最重要的经典。禅宗的流行，促成了独具特色的丛林清规。公元八世纪，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依据印度戒律的精神，大胆改革，农禅结合，一日不坐，一日不食，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业社会的寺院管理体制。隋唐形成的汉传佛教八个宗派，后来也被概括为禅、教、律、净、密、天台、三论、华严、唯识四个宗派，统称为教，也就是佛语。明代高僧云溪朱红要把禅、净、教、戒融为一体，他的思想奠定了明清以来中国佛教的总体格局。公元八世纪上半叶，唐玄宗开元年间，三位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人称开元三大士，相继来到长安，翻译与传播印度密教的根本经典，创立了汉地自成一体的密宗，被称为唐密。然而此派不久便在唐武宗灭佛后影响渐弱。举世瞩目的法门寺地宫就是按照唐密仪轨布置的坛场，即曼荼罗，供奉着佛指舍利。今天
我们有幸能穿越千年的时空，依稀感受到唐蜜当年的兴盛。在所有宗派里，密宗有些与众不同，其他的宗派被称为显宗，而这个宗派是师徒秘传，有不许公开的秘密传授。该宗派在唐代由空海和尚传入日本，成为东密或真言宗，至今法脉绵延。汉地的唐密虽然在历史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印度佛教密宗传到藏地以后，很快就引起了藏民们的崇信，形成了至今还兴盛的藏密。莲花生大师，藏族人尊称其为咕噜仁波切，意思是尊贵的上师。公元755年，信奉佛教的赤松德赞为了在西藏弘扬佛法，派专使去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在雅鲁藏布江边与赤松德赞会面。传说莲花生大师坐立时竟然手中喷出火焰，众人见了立刻向莲花生大师行了五体投地的大礼。莲花生大师就以此高超的神通摄服藏人，并且建立佛教寺庙，传授佛法，使佛教在西藏生根发芽。就这样，莲花生大师成为藏密的创始人，被藏族人称为第二佛陀。与汉传佛教一样，藏传佛教也有不同的四大宗派。莲花生大师所传的教法后来被称为宁玛派，意思是古老。该派与西藏传统的本教有所融合。17世纪时，五世达赖喇嘛扶持该派的发展，在青海、四川和云南一带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每年的藏历5月初10，宁玛派的祖庭桑耶寺的喇嘛们会跳起莲花生大师及八大化身的金刚舞。公元1073年，一位叫贡却杰布的出家僧人来到后藏萨迦地区传教，建造了萨迦寺，创立了萨迦派。在大昭寺内供奉着萨迦派的祖师们，人称萨迦五祖。最右面的祖师就是八思巴，他继萨迦班智达之后被元朝皇帝忽必烈封为国师，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和整个西藏地区，结束了西藏近400年的混乱局面，从此西藏也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管辖。
噶举派是公元十一世纪中叶由马尔巴所创立。噶举是传承佛语的意思，该派特别重视师徒之间的口耳传授，是藏传佛教第一个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第一个转世活佛称为噶玛巴，意为行佛行事业者。明代永乐皇帝赐封其为大宝法王，延续至今。十四世纪七十年代，一位年轻人走在去往西藏的道路上，他就是格鲁派的创始者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公元一三五七年生于青海黄忠县，八岁出家，十七岁进入西藏求法。经过艰苦的修行和学习，他通达显密各宗的教义。他面对当时藏传佛教派别众多、混乱和戒律松懈的局面，整理出一套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严格要求僧人遵守戒律，深入研习，文思修正，倡导一条循序渐进的觉悟之路。他综合各宗教义后撰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一部中国佛教史上的不朽经典。一六四二年，格鲁派在蒙古贵族和清王朝的扶持下，取得了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由此成为在藏地信徒最多、势力最大的宗派。这里是位于大昭寺的宗喀巴祖师殿。宗喀巴圆寂后，传承他事业的是他的两个门徒，一位名叫根敦珠巴，身后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相传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另一位叫克珠杰，后来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相传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清初顺治十年，也就是公元一六五三年，五世达赖远赴北京朝见顺治皇帝，受册封为达赖喇嘛，从而确立了他在藏传佛教的领袖地位。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公元一七一三年，中央政府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达赖班禅的转世从此由中央政府正式册封，沿袭至今。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公元一七九二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喇嘛说》，明确规定了活佛转世灵童需经金瓶撤迁方可认定，并批准特制两个金瓶，一个送往西藏供于大昭寺，用于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等藏地大活佛，另一个在北京供在雍和宫，用以撤定蒙古、青海及甘肃等地的大活佛。
今天，藏传佛教不仅是在藏族、蒙古族和汉族中间流行，满族、土家族、裕固族、纳西族、锡伯族、达尔沃族等也有流传。上座部佛教在公元七世纪初传入中国云南地区，到十二世纪以后逐渐兴盛。因其从南方的佛教传播路线传入中国，所以又称南传佛教。明朝隆庆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五六九年，缅甸的公主嫁到云南，他的陪嫁包括缅甸的巴黎三藏与各种佛像。在这以后，景洪、德洪等地建造了一批带有明显缅甸风格的佛寺，云南的上座部佛教进入了鼎盛时期。现在云南省除了傣族，还有崩龙族、布朗族、佤族、阿昌族等多个民族信仰上座部佛教。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融合，还为这片山川大地留下了美丽的痕迹，创造了许多崭新的艺术形式。位于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三世纪。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的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后秦，是保存北朝造像体系最完整的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以气势雄伟而著称。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以秀骨倾向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敦煌的莫高窟则是一座由建筑、壁画、雕塑组成的综合艺术殿堂，规模之大，举世无双。这条千年菩提路已使佛教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各种民俗、节庆、俗语、方言都已渗透了佛教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乃至音乐和茶道都有一种来自佛教的空灵气韵，禅趣盎然。今天的中国，广袤的名山大川及都市乡村上遍布着大大小小一万多座寺院，二十多万僧尼，以及多得难以统计的在家信徒。佛教已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印文化深度交流的历史结果，也是世界文明对话的成功典范。中国佛教
历史上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成为这些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在世界文明史上，这些国家同属于儒家文化圈，而佛教推动了这个文化圈的形成。中国成了佛教的第二故乡。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大语系的佛教在中国和谐共处，穿越传统与现代的隔阂，历经两千多年，传承着智慧与慈悲，一起弘扬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和谐世界，众缘和合。